第四十六题，若绳子上甲点的运动方向为向下，则其他各点的运动方向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说过，我们来判断它运动方向可以看后面，所以它的甲的后面是要在下方，所以表示我们这坡形是向左前进，所以甲的后面在下方，因此乙的后面在上方，所以乙往上，丙的后面在上方，所以丙也往上。丁的后面呢是在下方，所以丁呢是往下。戊的后面是在上方，所以戊向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正确答案是应该是猪。所以第四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则其他各点的运动方向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选的是猪，戊向上。